好，注册登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使用 FB 账号来登入。那你也可以使用你刚才注册的账号登入。假设你有 FB 的账号，选 FB 的账号登入。这个时候，它会跳入、跳开、跳到 FB 的登入画面。假设你有 FB 的账号，好，输入 FB 的密码，保持登录，记得在不熟悉的电脑你绝对不要打勾。好，这边是使用 FB 的账号密码登录，按打勾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的这一个 Autodesk 网站就会用 FB 的账号去认证，那你就不用多记一组账号密码，这样你还是可以进到这个画面来操作。